甘蔗、烤地瓜、这小麻糖。建仔岳母水果摊，假月熄灯。当台湾之光王建铭还在美国持续打拼，台湾的建仔岳母陈月梅在高雄举光市场开了26年的水果摊，有网友在网络 po 文说即将结束营业，卖到下月4号。苹果卓走访查证，陈月梅有些错愕说：“网友怎么那么厉害？”他说：“因为摊位旁民宅将改建成水果大卖场，下月8号开幕，他不得不结束营业，虽舍不得，但也没办法。”他说：“虽不在该处卖水果，还是会卖甘蔗汁及烤地瓜。”下午时段也还是会转到右昌元帅庙旁摆摊卖水果，欢迎旧与新知继续支持。提到女婿王建铭，岳母陈月梅还是对他很有信心，说小两口感情很稳定，谢谢外界的关心。董新闻高雄报道。